钱。阿省真的出大事了，你怎么敢的呀？是算是有拿钱的，那个左下角的东西拿去买嘛？那个什么植物蛋白，爸，我讲真的，恶名昭彰的植物蛋白，真的馆长的植物蛋白真的蛮好喝的。什么？他的植物蛋白真的蛮好喝的，跟其他海比起来。什么？不要在那边吹打的啦，我也不相信你们讲的话啦。他要打，他要练，我也可以给他会员卡啊。我在练哪款？练吗？我附近这里的、啊、有在练，又浪费我一张会员卡。没有浪费，你看是不是？最近这个，你看他妈的超负荷，再过几年他妈的，我打开就变桶神了啦。没有啦，这个袖子快不够穿了啦，真的啦，阿管空干王都不有练，你看这个前臂，阿管你看那个前臂就知道是有在练了。你不讲，我以为他妈的你他妈桶神怎么换背景的啊？没有啦，阿管坐在那个脏脏的椅子、欸，这个前臂一看，这个你看那个二头三头一看就知道是有在训练的人啊，对，有在训练的人啊，这前臂有跟上啊。你看我的，你看我们的前臂这线条，我们是很明显有在训练的人、啊。跟我身边的人都是。再说馆长很好很好很棒，结果你居然这样子讲我，结果你居然这样讲我，因为是我在学丹力的，我不是这样子的、啊、你可以讲事就好了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说我没有毅力，但你不要让我骂我的时候讲我的时候可以经过查证吗？不是啦，没有啦，好，就这样子。阿神不要哭，我没有哭啦，我没有哭啦，这件事情就这样，无缝接轨，史丹利根本没差，不是没有到那么夸张，有到那么胖吗？怎么了？超负荷？怎么了？我只有跟超负荷说，超负荷、啊，我干你娘老鸡巴！不是啊，他明就是说，超负荷帮我宣传一下，还有寄给他。哦，对，超负荷也是很用力的，很用力。虽然那台没有像以前那么多，但是他还是很用力的。调侃我。没有啦，很用力的推广商品啦、啊、都有啊。超负荷，你要开我玩笑，三枪在地上滚，没关系，完全没关系。对，没有啦，阿管没有，每天都拿我三枪来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开玩笑啦。讲阿伯啦，拢大概了吼，趁人迄落当咧艰苦的时阵哦，趁人出大事的时阵。对，现在这个绝版嘞，现在这种三 D 的，人掉钱你来讲消遣。我的，我干你娘！绝版口罩嘞！我塞你娘老鸡掰！超负荷，打铁笼战，干你娘！干破你娘的鸡掰！陈之翰，干你！乱讲哎！不要乱剪，乱剪辑啦！话是他小啦！我有躁郁症啊！我可能会去你们公司开枪啊！乱讲啊！馆长 ，biang biang biang！ 啊！我中了两枪，希望大家不是的，我们要去人家公司开枪啊！不要乱剪辑啦！大家拍超负荷两枪，一定要拍超负荷两枪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，干你们不要让东兵西凑的哎、欸！哼、嗯，你们别乱剪辑，他妈的，别让东兵西凑的。